董事宣传、社会公建跟媒体，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朋友啊，这个然后整个社会的关注啊，我们那个这次活动呢，还有这个市场化的运作，种种种种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造就了我们这一次晚会的啊巨大成功和成就。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因为这次我们就交了，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为社区、为华人、海外华人啊多做贡献。就是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大家就要希望能够非常轻松愉快的度过一个非常这个自由的晚上。今天我也很特别的感谢啊，这我们这个财富俱乐部的这个顶梁柱啊，这个合伙人这个张新伟先生，他们在这里给我们来了一笔这个大力的支持赞助啊，这个自始至终的这个支持，还有我们 Larry Chen 这个台湾这个组啊，就是我们这边呢有，还有我们这个小贝啊，这个轮椅阿姨啊，这个还有王叔叔一家，这个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我们 Kenny Wang， 然后我们这个华社区区长，这个就是不见我们这个地产这个老总，叫这个名字的。所以的话呢，有了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个的支持，艺术家的这个杰出的艺术表现，还有我们这个总理馆的大力支持，所以呢，我们非常的开心。今天呢，在这里呢，能够欢聚一堂，对吧？分享我们的快乐，然后呢，争取更大的成绩。谢谢大家。成功嘅現場嘅，我哋熱烈嘅掌聲，歡迎今年坤總理事上嚟同我哋講幾句，好唔好？好，接下來有請常務理事張建昌理事為大家講話。湯偉森主席及夫人，李小富大師及夫人，高峰先生及夫人，和這次組委會的各位領導和全体演艺人员和支持这场晚会的所有的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我很高兴和我的太太一定要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庆功晚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和我们的驻陶宛总领事，向这个这场晚会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同时表示衷心的感谢。2008华人春晚这个圆满成功，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组委会有魄力、有组织能力，说明我们多伦多地区的华人艺术家人才济济，这个大家团结合作，使这一次的晚会取得了成功。也这个展示了我们的各个艺术家艺术风采，促进了社区的文化动员，推动了加拿大的动员文化，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组委会和各界人士今后不断总结，下一年能够看到比这个晚会组织的规模更大、更好的晚会。同时呢，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江总理事，谢谢江理事。多谢各位总理事嘅，咁活动成功啦，除咗主办方大力投入之外咧，亦都少唔到系导演组嘅精彩准备啦。咁下面接下来咧，我哋有请我哋本次晚会嘅总导演高飞先生咧，同我哋上嚟分享一下我哋今次晚会嘅啲心得嘅。
可以说我们这一台晚会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哈，首先离开就是唐伟珍财富俱乐部这个不遗余力的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先生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投资呢？为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演出能运作的这么成功呢？我们有一个人是一定要提的，那就是我们整个导演部门的灵魂人物，我们的领军人物高飞先生，有请。谢谢大家，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功晚宴。刚才那个咱们这个江领事啊，唐先生啊，都说了很多感谢话，我呢就不再重复，我只是想谈一个感受。我呢在加拿大来了有15年了，做演出呢也做了很多的演出，但这次的演出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说不出来的一种心里的一种感觉，就觉得什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大一个不一样就是说，这次我们演出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家庭啊在演出，有爷爷有奶奶，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姐姐，有丈夫啊，有孩子们，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家庭在演出。所以这次呢我就说，当然有老唐这个雄厚的资金在背后的靠山，大山让我靠了，是不是？同时呢我还有这个咱们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富哥啊，孙林在我旁边啊，做左膀右臂两个翅膀啊。那么我还有很好的一个导演组的助手，这个许阳啊。